各位贵宾，然后各位总监、主席、会长，然后各位司友，今天要代表瑞丰国小的家长会与所有的那个家长，然后特别感谢在爱心来我们学校。那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，台湾的狮子会没有类似国际狮子的总会是更换第一的，而且连续10年。那在台湾到处各地都可以看到狮子会的爱心。对，那今天很感谢把狮子会的爱心带到我们学校。那最后再次感谢狮子会，还有各位贵宾，谢谢。谢谢院长，谢谢。